冲绳村位于日本的南端琉球群岛的冲绳本岛里面。冲绳村就位于它中部的东侧。在海拔160米的高地上耸立着冲绳的遗迹。2000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，是冲绳的象征。以保留了中世纪原型的冲绳城迹为首，在被山海环绕的冲绳村里面，保留着众多的有形无形的文化财产。介绍历史悠久的冲绳村，首先介绍世界遗产的冲绳城迹和它周边的文化财产。有着古老历史的背景的村内各种传统艺能，接着还介绍村里面的主要活动。世界遗产的冲绳城迹，据说是从14世纪中叶开始兴建的。自然的岩石密密麻麻地堆砌成石砌墙，从不同的时代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形态，被誉为拥有高超的筑城技术。现存成国的建筑者郭沙马鲁，既是15世纪的武将，亦被称为筑城家。郭沙马鲁被当时的国王封为城主，据说是为了防备意图谋反的圣年城的阿玛瓦利而增筑的城墙。在琉球的历史上享有盛名，关于郭沙马鲁和阿玛瓦利他们的故事，请参看文化财案内人的介绍。1853年，用黑船逼迫日本实行开国的美国佩里提督一行来到了琉球王国，对冲绳进行了测量。在资料里面记载了佩里提督对他高超的筑城技术的赞叹。冲绳城迹延伸开来的古道沿边，保留着佩里提督一行竖旗的岩石。特别是延伸至冲绳城迹的古道亨塔路，被作为历史之路修备整齐，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各种的文化遗产。在村里面还有众多这样的史迹和民族文化财产。有着古老历史的冲绳村，流传着多样的传统艺能。二沼村落的打花鼓，穿着华丽的中国式服装以及独特的舞动，在村里面游行。
表演者伴随着独特的舞曲，手持乐器的跳跃非常之吸引人。这个是只有在宜州的年轻人里面继承的县指定无形民族文化财产。此刻的狮子舞一年有三次在村落的拜祭场所表演，祈愿五谷丰登，无灾无病，共同繁荣。一头狮子里面分别表演红、狮两种狮子的舞动，是它最大的特征。拖媽的拔河据说是从首里传播而来的，分为每年举行的拔河和七年一次举行的大拔河。拔河的时候还有红妆而且华丽的祭祀游行，如此招呢。沖繩的傳統祭祀以及舉行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在農曆進行。在沖繩村，野沙是慰祭先祖的盂蘭節，農曆八月十五的祭祀活動以及豐年祭裡面表演。各地区都有继承着独特的艺能。下面介绍沖繩村的主要活动，这些活动都汇聚着各自的传统艺能，非常值得欣赏。沖繩的ゴサマル祭り在夏季的八月，世界遗产的沖繩城之里面举行。
十一月的中城半卡马刺里面展示文化协会的各活动小组的作品，另外还有歌舞、组舞等舞台表演连续两日进行，无论男、女、老、少都为继承和发展艺能活动作出各自的努力。十二月的冬至，在世界遗产忠诚城迹举行名为瓦卡迪塔的观看日出的聚会。在冲绳，冬至的日出被认为是新生的太阳，在日出前开始表演古典音乐和琉球的舞蹈，庄重地迎接日出。在忠诚，以世界遗产忠诚城迹为首，保存着众多的文化遗产和传统艺能，请你也一定一起来体会忠诚村的气息，感受这里历史的精彩和人民的热情。